顾小满，你犯得上跟这帮无聊的吃瓜群众置气吗？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什么呀？顾小满，岳父大人亲自送你去就回来了。顾小满，你怎么了？ 小满，你说，你把顾小满怎么了？我把他怎么了？他现在因为你成了全校的笑柄，你问我把他怎么了？左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快去看看龚高兰，小满就是因为龚高兰。 哎呦，幸好没走的那么早，男主角来了，写了一面墙，笨蛋，你们谁有笔？我有。谢谢，没关系。